好的，我们欣赏了精彩的片段呢。那一位今天呢，我们台中市文化界大家长叶树山叶局长来到现场，我们来邀请他为我们说几句话。欢迎去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唐全目前的位置呢，是在台中的中山堂。我们呢来听听呢，谢谢走到哪里大家都叫我树山姐啊。然后我的树山阿姨树山师傅，可是我今天很高兴，黄明哥去唱二十周年庆动员的这个记者会说了什么。大家都是看我新闻长大的，是我的。我看你们的戏长大的，真开心哈。 我觉得我要替大台中的所有的市民诚挚的欢迎果陀去，我才剧场来。其实几乎每一次的公演都会来啊。那这次呢，这几位实力派的资深的演员来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大开眼界。那果陀25周年，我刚才也跟几位媒体朋友在分享。当初25年前，我还在广播电台做主持人、做记者的时候，果陀刚成立。 然后来上我的节目，我当时一面呢很赞叹这群年轻人，好像梁志明。可是我一面当然也会担心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在台湾很多的专业的剧场可能经营是不太容易的。可是25年来，就看到真的是一步一脚印，每一段时间就推出新作，而且每一次的作品都会让人耳目一新。这种一直不断的突破创新是果陀很重要很重要成长的原动力。所以一方面恭喜。 恭喜果陀25周年，25岁生日快乐！再一方面呢，我真的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呼吁我们大台中的所有爱好艺术、爱好文化的朋友来多多支持这样一个非常棒的剧团。你看这几位演员一举手一投足，好。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好了，其实我以前很想试图上台去演戏过，可是呢，看了你们的这个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就是戏，满满都是戏，我就知道。 我还是默默在后面支持就好了哈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不但希望我个人能够来支持，会号召我在台中认识的亲朋好友，大家一起来支持果陀这次的演出。我们希望也让果陀所有的演员看到我们大台中的市民对文化、对艺术的支持的热情。我们已经有了第一届的台中的表演艺术金艺奖，那我相信呢，表演艺术在台中这块的田地上。 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努力，也继续的浇灌下去，长出大树来，就跟果陀一样。我们起码大开，现在几年？15。好，所以呢，大概15，希望呢，马上大概20，大概25，我们通通都一起来支持，让所有在台湾的专业的表演剧团都会有一个很棒的空间，永远都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。而一出好戏，也要靠大家心灵的共鸣。 动物园其实接触是25年前就演过，但是呢，经过25年之后，我觉得那种沉淀下来，所孕育龙三江底蕴那种丰厚的那种，从戏里面蕴含出来的生命的张力，其实是要靠用心去体会的。所以这是一出希望大家不但要来，要带着大家的眼睛，带大家的耳朵，带着大家的心，一起来观赏的戏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来欣赏的是呢，台中市呢叶。 局长他也为呢1月25、1月26日这2天在台中市场这个演出动物园呢做了一个精彩的。局长各位媒体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再一次来到台中，跟局长真的认识渊源非常非常深。